非常的富含这个矿物质，它也是全世界三大泥浆温泉之一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台湾第一泉。那在日据时代，我们看到这个温泉口有两个字，有这个灵泉这两个字，灵就是非常有灵性的泉，所以关子岭温泉在全国其实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，我想在世界上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位，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，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能够让我们关子岭这样的温泉能够更为我们国人，更为世界上所知道，更被大家喜好。过去我们可能很多想象中是老一辈的人喜欢泡温泉，但是现在很成功让年轻人也喜欢来关子岭，喜欢这样的温泉。